第五步是诵持经咒，先念诵三遍嗡阿欧和三遍不空摩尼供养真言，然后说：我今奉献清净供养，唯愿圣众埃米那受护持于我，富饶吉祥。接着念诵如下：不空卷所神咒三至七遍，大吉祥天女心咒108遍，监牢地神长咒108遍，大黑天心咒，翁玛哈嘎拉雅斯哇哈108遍，巨皮罗心咒，翁姑贝拉雅斯哇哈108遍，宝贤大将心咒，翁玛尼巴德拉雅斯哇哈108遍，散支大将所说咒7-21遍，那摩布达呀，那摩达拉玛呀，那玛桑嘎呀，那摩布拉赫玛呀，那摩因德拉呀，那玛斯加杜勒囊，玛哈拉加囊，达蒂亚塔，哈里哈里，密里密里，高里，玛哈高里，干达里，玛哈干达里，德拉密底，玛哈德拉密底，善达，古棍第一爱，哈哈哈哈，嗨嗨嗨嗨嗨，呼呼呼呼呼，哈罗，达美，古达美，加加加加，叽叽叽叽，主主主主，将第一爱斯哇拉，西嘎拉，西嘎拉，乌底斯达。八嘎万桑吉内亚斯瓦哈欧波罗龙王所说咒7-21遍，乌都葫芦都，支波都，素屈都，奇摩都，乌扎都，若密奇都，毕离地那都，乌苏都，沙呵不空摩尼供养真言，八大龙王斯瓦哈念诵三遍不空摩尼供养真言，中国四海龙王斯瓦哈念诵三遍，其余以此类推，念诵完诸咒再念诵三遍，祈愿诸天圣众和福德正神加持我 XXX 2018年富饶丰足，受用无尽。诀窍在以上念诵过程中，观想从自家的天花板出降落无量的金银珠宝、元宝、金子、人民币、金币，堆满你的整个房子。这个房子可以是自己的固定住宅，也可以是观想出来的豪宅。你可以观想一个自己想住的豪宅、别墅之类，做如此观想会增长气运财运。念诵心经3-7遍，光明真言108遍。第六步是焚烧书文和缘起图、元宝，如果有元宝纸，可每尊一份1080个元宝，做一个大的烧供，对全面的财运会有大的加持。供品之中若是能烧的，也可以和缘起图等一起烧。总之供品自己不能吃，可以拿去布施给他人，或者放到干净的地方，或者放入塑料袋处理掉。第七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回向大吉祥天女、监牢地天、大黑天神、药叉之王巨皮罗、宝贤大将、散支大将、欧波罗龙王、护持佛教八大龙王、中国四海龙王、五爷广济龙王、赵公明、某某省城隍爷、 XXXXXX 号土地神和眷属圣众，福德威力悉增明，众善普真正菩提，愿以此功德回向我 XXX 于2018年除一切贫穷业障，得富饶丰足，吉祥如意。如果觉得以上念诵太多没有时间，可以直接念诵不空卷所神咒、心经、光明真言即可，将诸圣众送回法界，念诵翁瓦吉拉摩格叉木一遍，观想圣众返回。以上的方法并不限于初五，平常可恒常修之，烧供之，会聚集天财、地财、龙财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富饶丰足。祝愿大家今年富贵吉祥，西地圆满。